我声音可棒。啊，初日超人。耶、yeah. ！啊，干两次就过了、欸。所以这版超人其实不难。对，因为没有，因为我擅长用盘的。哎、欸，超惊险，好不好？我操！压线，结果就这两部都很平简。刚刚是那个啊，那个主机打的时候直接剩一部壳。那、啊、我那个怎么断掉的来着？打错，然后就九，本来还有九壳嘛，然后就。后面会紧张啊！哦，干，我还有九壳，傻小。什么？稳了吧，稳了吧。哦。哦哦，可惜没有了，这边有啦，有三只小猫，哦，两道，考两道了，啊，练习就差不多，不知道多少钱。